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今天荣耀五十星，一个普通的男人，普通的技术，普通的意识，是如何教你怎么登顶荣耀五十星的？没有操作，全是感情。好准啊你！哇，厉害啊！这个打仗，好准啊兄弟！他这个洞把别人洞麻了，这个勾也准，洞也准，这还有我什么事呢？红蓝开真香，是不是？红蓝开，嘎嘎也节奏，兄弟。我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哎，我是把我队友给炸死了吗？别啊别啊，误会误会，我的好兄弟，王道君不会怪我吧？哎，秀了一套技能，没安琪拉的一个一技能伤害高，现在优势很大。我还想进野区。哎，豪哥！就是我每次要赢的时候，我就去送你一个。啊，就是不要 MVP， 玄学，这把不送也不是你的，是我的呀，不送我有机会的感觉。我六杠一杠十二，我的数据啊，他们都是。虎牙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